好来感念母爱的伟大，生命线协会和花莲县文化局合办拥抱母亲生命线爱为题，办理第七届为妈妈唱首歌妈妈我爱你的音乐会。活动当中特别邀请许多社团共同来参加，用音乐舞蹈向母亲表达最高的敬意。花莲县生命线协会除了珍爱生命，也致力推广艺术展演温馨母亲月。生命线协会邀请了许多社团一起来举办为妈妈唱首歌音乐会，用歌声和舞蹈向母亲表达最高的敬意。新冠肺炎已经连续三年多侵扰全球，那世界上的经济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花莲县生命协会刚好今年也进入了第45周年，我们的接线破前年去年的记录，代表很多很多家庭都遭遇到经济或者是生病或者是一些某某因素的冲击，大家都需要生命线的支持。在这个生命线刚好45周年的时刻，又刚好母亲节的状况，我们希望借由为妈妈唱一首歌这个活动传达一个爱的子弟。我们这次的活动的标题是拥抱，拥抱母亲，感谢母亲。那我们希望就一个温暖的抱抱，从母亲的爱来做一个感谢，那希望这个社会更祥和，世界上能够更顺利，然后大家都健康。这场音乐会首先是由草地乐团表演萨克斯风揭开序幕，接着是花莲舞蹈剧方表演精彩的舞蹈，还有四人室内乐团联手演出民谣组曲。中华民国瑜伽协会花莲教练场也带来精彩的舞动芭蕾瑜伽，还有肢体伤残福利协进会手语表演感恩的心。活动的尾声，将近全场有500人一起大合唱，借由歌声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与感谢。现场气氛令人动容，带给所有妈妈们满满的温暖与感动。记者惠欢是报道。